Hello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师狄正伟。好，我来教你们数学。OK，请小朋友们拿出生活数学。OK，生活数学第五本，生活数学第五本。好，请小朋友们打开第六页。第六页。好，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读题目一下哈。九以内的奇数与数值运用。我们重复多一次哦，九以内的奇数与数值运用。我们来读下面这边，小朋友们的手一起跟着读哦。数一数，每样物品各有多少，请把正确的数字写在空格中。我们读多一次题目哈。数一数，每样物品各有多少？请把正确的数字写在空格中。OK，来，我们看第一题，这是什么呢？小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边各一边算，一边然后就有答案出来。OK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答案是五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跟着写，慢慢的写。OK，写美美的哈。OK，接下来第二题呢是小本的数。OK，那我们也是同样的，一边各一边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答案是七，所以我们写七。OK，接下来第三题呢也是同样的，一边各一边算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九，答案是九。好，来我们写九哈，OK。OK，好。我们打开第七页，OK。第七页，我们读上面题目：九以内的奇数与数值运用。多一次哦，九以内的。奇数与数值运用，我读下面这边的小朋友们跟着一起读哈。根据左边的数字，在物品数量与左边数字一致的空格中涂上颜色，并练习写数字。我们读多一次哈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跟着一起读哈。根据左边的数字，在物品数量与左边数字一致的空格中涂上颜色，并练习写数字。好了，我们看第一题哈，这个号码是多少呢？七，好，我们就先来写七，跟着写，OK，写美美，慢慢写的，不要写粗心的，OK，慢慢的写，写美美，OK。再来我们数一数，这边有几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有五个，好，我们就先把号码写小小个在上面五，OK。再来呢，我们再算这个，你同样的，一边刻一边算，就不会算错。OK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好，它是六，好，我们先写个六在这边。好，再来继续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这个是七，对不对？答案，好，这个数字呢，跟这个数字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把颜色笔踩上去，OK，踩颜色，什么颜色都可以，只要有踩颜色就可以了，OK，不要踩出格哦，踩美美，OK，踩颜色，踩这个一个格子就够了，其他这两个是不用踩的，OK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第二题，第二题的号码是八，好，我们先来写八，OK，写美美的哈，整齐的，慢慢的写，跟着线，OK。好，来。我们再来数一数，一边数一边各，OK，就不会算错。一、二、
三四五，号码是五，我们写一个五 ，OK。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我们写一个八在这里 ，OK。然后呢，再继续这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 ，OK， 九，我们写个九在这里 ，OK。好，我们看哪一个号码是跟这个八同样的，很明显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我们就将颜色笔呢涂在这边 ，OK， 涂美美的，涂一个格子就够了哦。这两个是不用，因为它不是八，它不是八，所以涂一个格子就够了，什么颜色都可以 ，OK。来，我们接下来第三题的号码是九，也是同样是要写 ，OK， 跟着线写。写美美的 ，OK， 写美美的。来，我们一边隔一边数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号码是七，我们写个七在这里 ，OK。再来，一边隔一边算，同样的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号码是八，我们写一个八在这里。再来最后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OK， 号码是九。好，我们看这三个号码，哪一个是九？很明显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将颜色笔踩上它。OK， 格子里哈，踩上颜色哈，不要出格子。OK， 踩美美的，慢慢的踩。OK， 好。这样子就完毕啦 ，OK。好，谢谢小朋友们，希望小朋友们跟着一起做 ，OK， 拜拜。